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边，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样咧，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系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已经系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咧，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咧，已经呢度咧有好多嘅客人咧，就系买咗翻去屋企度咧，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咧，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欢迎收听原网台嘅自然疗法与你，我系 Della，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自然医疗资讯同最新嘅发现，等你同你嘅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嘅人生。Hello，袁医生你好。Hey Della 好，大家好。好啦，继续我哋嘅呢一系列嘅妇女怀孕期间经常遇到嘅一啲问题咧，而点样可以用一个同类疗法咧嚟到帮助去纾解咗啦。今日咧就不如我哋探讨一下咧，孕妇嘅时候咧，经常都会遇到一啲嘅情绪波动嘅问题啊，咁咧就可以好极端嘅嘢都会有嘅。咁啊系啦，咁啊，因为袁医生亦都喺呢个即系同你疗法喺个临床上边咧，超过差唔多有成30年嘅个临床经验，相信你应该咧处理过好多呢类型嘅问题。咁啊，同我哋啲听众咧分享下你嘅经验啊。系啦，OK，咁即系情绪波动咧系好多方面嘅吓，咁其中一个嘅情绪咧就系、怕死，以为自己就快要死亡啦，就快嚟啦，就话就然后即系即刻噶啦咁样。因为自古以嚟咧，以前嗰个医疗科技未有咁先进嘅时候咧，咁啲听啲早即系啲老人家啲长辈都讲过啦，妇女怀孕咧，其实喺鬼门关度走一转嘅。系啊，好多时而家有时啦，睇翻啲戏啊，啲喺个古时代啊，啲咩成日都有呢句说话讲出嚟嘅。系咁当然啦，喺即系过去以前啦、可能嗰个我哋处理嗰个孕妇个方法咧，可能都系唔系咁足够吓。系。咁科技方面啊，都唔系咁先进啦。咁可能有啲问题。咁但系其实咧喺自然医疗里边咧，我哋都过去都好多用自然医疗嘅方法，譬如用体质水疗啦，帮助孕妇咧系即系嗰个怀孕期间会舒舒服服啦，同埋嗰个生细蚊仔咧会顺利嘅。我有好多工具除咗用体质水疗啊、营养方面啦咁同埋咧系唔同嘅疗剂系需要嘅。好啦，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喺个情绪方面嘅波动如果都系呢一种恐惧惊咧，咁当然咧呢个疗剂咧就乌头啦，勾乌头Aconitum napellus。勾乌头，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好焦虑又好惊到咧面都黑黑或者个面咧就红晒出嚟嘅。呢种咁样嘅恐惧咧系好深，比较深层次嘅恐惧咧系个疗剂咧系阿片opium 阿片都有呢个咁啊。咁有多啲人咧就突然之间遇到一个情景咧。佢就直情咧就受咗惊之后咧，系成个人好似呆晒嗰种惊咁呢个就阿片即系阿片，你可以睇到咧，食阿片嘅人有时都系嗰种情绪系呆滞嘅。好啦，另外一个疗剂咧就系个白藜芦啦 ，Veratrum Album 啦。咁白藜芦嗰个症状咧即系一个好紧要咧，佢除咗惊啦恐惧啦，同埋咧系有吐泻佢惊到咧系吐泻，同埋咧吐泻得嚟咧，个人咧就系飙汗嘅。好冻好冻嘅，记住，好多霍乱都会噶，霍乱吐泻飙冷汗，咁个疗剂都系 Veratrum Album 白藜芦。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嗰个吕宋豆啦 ，Ignatia Amara 咁呢个咧系嗰种悲哀感觉得好又好好 down 好忧郁好 sad 咁样噶咁。喺呢种感觉情况之下咧，佢会觉得个身体咧胸部咧好似有种抽搐咁即系个情绪令到佢咧，尤其颈嗰度咧好似有嚿核顶住佢嗰种咁样嘅呢种咁样嘅，有种就歇斯底里呢种咁样嘅身体有种嗰种表达出嚟嘅。咁呢个疗剂咧就系嗰个 Ignatia Amara 啦，个吕宋豆啦。好啦，另外一个疗剂咧个情绪方面咧系好敏感嘅就磷啦，系 phosphorus 啦。咁磷嘅人咧系对
个周遭嘅环境咧系特别敏感嘅。但当然咧，当佢病嘅时候咧，可能对周围环境咧系失晒兴趣啊，唔抽唔采，同埋咧系个人咧系冇晒精力嘅吓。呢个轮个轮个人就高高瘦瘦啲吓，啊红发啦，以前嗰啲叫红发嘅人啦，好怕行雷闪电啊咁。呢个就轮型嘅人会出现嘅症状。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马前子啦。马前子咧通常咧就系即系好敏感啊，啊个人咧就系好挑剔嘅。啊，平时咧做嘢咧就好搏杀嘅，咁咧就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就个人个情绪咧就好系即系特别敏感，特别敏感啊！即系遇到你屋企又有人咁，或者太太出现突然之间嘅情况咧，叫做马前子啊 ，next vomit。好啦，另外一个情况咧，嗰个患者咧，病者咧就觉得咧就好嬲怒，嬲怒得嚟咧就系喺屋企唔想出街。但系咧，佢嘅脑海中咧就成日谂住啲工作啊，谂住啲钱银嗰啲问题嘅啊。咁呢个咧系嗰个白蛇根 （Brown Album） 嘅。好啦，跟住咧就系嗰个咖啡啦 （Coffee Crudum） 啦。咁咖啡咧，除咗你系即系兴奋咧，有时咧因为太过开心啊，即系开心过头咧，系瞓觉瞓唔到，个人咧突然之间咧系好奇异地咧，系开心兴奋到死嘅。咁呢个就系咖啡啊 ，coffee cooling。好啊，咁啊，即系头先之前都提过啦，就吓，因为即系嗰个孕妇咧，系一个即系会好容易咧，都会咧受到呢啲少少嘅周遭环境啊啲嘢咧，都会令到佢嗰个情绪咧有所波动嘅咁样样。咁尤其是特别咧，有啲就系话真系会好似咧头先提过啦吓，以往嘅时候都会觉得就好似话惊死啊。咁始终都有好多不同类型、不同嗰个程度嗰个嘅忧虑啊，咁令到嗰个情绪咧系唔稳定嘅。咁如果咧系家中常备咗以上嗰啲嘅疗剂，而系真系突然之间有一啲嘅事情发生咗嘅时候咧，咁咧作为丈夫嘅你咧可以利用咗呢啲嘅疗剂咧，即刻帮到个孕妇，帮到个太太咧去解决咗呢个问题，而可以咧系开开心心咁样样继续怀孕落去啦。咁所以咧，应该家中常备咗有呢啲嘅同类疗剂咧，咁就达到有病无患嗰个意识噶啦。OK， 我多谢阿袁医生今日嘅分享。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如果想查询翻以上嘅疗剂或者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我哋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